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的，第一次哦，这个世界是不是变了啊？受到刺激啊，十六年来也没有这样的，很恐怖啊！不停啊，那个雨我就完蛋了。给大家看，很严重，现在是下大雨，然后我人在巴生的家，然后我们家整个淹水，我带你们去看一下，很夸张，我第一次看过淹水这么。你们看，这些是刚刚搬进来的，然后刚刚水已经是淹到这边了，所以我们就把冰箱啊，还有妈咪的心爱的厨搬进来。是我家厨房现在的状况，你看它已经是淹水到完了，很突然。刚刚王毅跟我讲，淹水只是一点点，结果现在已经满到完了。看，住了16年第一次。然后这个是我们住了16年以来第一次这样子淹水，超夸张的，你看到吗？全部都是肮脏水，然后刚才这间房子有超级多东西，然后全部也淹水。我的床有一个放在这边也是冻到水哦。我们现在去看后面，不知道会不会看到蟑螂。哇，很夸张耶！然后厕所。然后这些水是从后面的龙沟弄上来的，所以这些水是非常的肮脏的，而且很臭。然后这些是我姐姐的东西啊，她就全部放在桌上。然后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的车房。我们没有这样，哎，我们从来就没有这样子的，第一次哦。这个世界是不是变了啊？你们快点，你们会上车。受到刺激了，16年呢，也没有这样的，很恐怖啊！不停啊，那个野我就完蛋了，你就完蛋，你心爱的厨也没有了。我这个宝贝啊，哎呦，失去了一年啊，终于找回来呀！16年来，你的家第一次淹水。对，我也是第一次看过淹水。结果我们措手不及，全部厨啊、冰厨啊，全部搬出来。结果现在已经房间都啊，客厅现在还好，幸好你的客厅高一点。对，你站过去啊，我看淹到哪里。还好。才淹到一个脚这样子。一开始我原本是跟朋友在朋友家的，然后想说很晚了，然后现在回到来的路上就有点不对劲了，那个雨是这样子上的。结果很多车 stop 在外面是吗？很多车，然后我们刚回来的时候，那个水啊几乎是可以在那个引擎的下面一点哦，再高一点的话，可能那个整辆车就会崩掉。我们在上面处理东西，然后我妈咪喊。我以为什么事情啊，很大声，你知道吗？结果一下来，哇，真是淹水，真是很大件事，真的整个几乎是死亡。哇，我没有想过家可以，哇，我厕所没有看到，哇，厕所水泡这样。你看，他来找 Mickey Mouse， 这个是我二姐的，不可以哦。可以，这眼镜是我的，你可以拿走。哎，这个不可以，米奇不可以，眼镜可以。没有人要了啊，淹水了，车卖不出了，这么多没有进。这个踢脚布还能用吗？哎呀，脚试试，抹一下脚啦。不要玩。我带你们去看车房，车房也是很严重。一下这个雨哦，其实从下午开始下来，下午3点下到现在晚上了。到轮胎的1/4。对，已经到轮胎那边了。你看那边更低。外面的都可以，外面的都看不到这边。真的吗？啊？太夸张了！真的？哎，去看你的车，你的车应该够力，我们骗你。那现在带你们看一下外面的情况。哇，很高，这边很高。我看不到我的车了。看不到哎，我不能出了，我 can。他车淹水啊，夸张！他的车够力啊，快点去拜我家神，拜我家神，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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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16年来第一次看到这一区淹水，哇，有点够力啊！不知道会不会有鳄鱼出现啊，各位，你们看，真的是超夸张的，整条路几乎是淹上来哦，1/4的脚。这个是姐姐的车，姐姐的车轮胎已经一半了，然后这边。我现在走回去都很困难啊，各位，因为那个风实在是太大了，各位。啊！哇，这是天灾啊，各位，你们看外面，整个都是，哇，有点够力。哇，超夸张啊！哇，够力，这个是我冷气的摩托。
可是它的冬粉是在上面的。谢谢你啊。嗯，可以。可是我还没有煮啊，好像要派我在台上盐水这样炒那个炒饭。啊，OK，去煮啊。人家又煎那个大便。欢迎啊，分分钟有后遗。真的？杀鱼哟，我觉得。我妈妈现在要煮饭了，你看啊。你现在要煮炒饭了。在桌子那边吃啊。你现在要做什么？在做炒饭。真的？真的。你看，那水，这个是在捕捞的蛋。你有蛤蚱，真的有蛤蚱，你看，还有你后面有虫，你后面有虫。那个小吃我不怕。啊，你怕蛋吃？我是怕那种蛋蛋。后面有，骗你的，我在哪里反应，可是里面有，拜拜。A few moments later， 水位有慢慢的降低了一点，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状况。现在的水位虽然还是很高啊，刚刚差一点就要进去客厅了，但是幸好慢慢的降下来了。然后这里现在还是淹着水，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的状况。还有在下这毛毛雨哦，虽然已经过了一个小时，雨有慢慢的停下了，但是水位有慢慢的少一点，可是你这样子推的话还是很慢啊，所以我们。再看，等一下一个小时过后会是怎么样呢？后面目前的状况也是退窑很多一下，因为也是剩一点点。然后这间房间就朝阳的，都是很孤立，哇，超孤立的。看一下后面现在是怎么样的状况。Oh my god， 怎么是黑色的？后面就有点黄黄，可是这里有点夸张哦，黑黑的喂。我就在这个地方了，哇，这太孤立了，哇。我真的在家传了会先。慢慢走。你觉得有怪怪啊？有，你也感觉你整个车在飘啊？家传。哎，我那里能慢哦。再走，不要太慢啊。OK， 不要太快。太高了。OK， 不能走。慢慢推啊。还冒烟呢，感觉。太过了。OK， 现在已经是凌晨的四点了，更糟糕了。我下来拿东西，因为我们肚子有点饿。我今天只吃了一个罗定卷饭，然后我的晚餐呢，我本来是想要去吃鸡煲，结果下大雨，最后吃没。好像已经是凌晨四点了，我也是很馋了啦。比刚刚状况糟糕很多，因为刚刚才没有眼睛客厅，现在已经眼睛客厅了，给大家看一下。而且很肮脏，你们可以看到地上有很多的那个灰尘。你们看那个灰尘，哇，超肮脏，我没骗你们。好夸张，然后那个水又是黑色的。目前是这样子吧，幸好他们已经把所有东西搬上去了。本来是旁边漏水一点点，然后那个门大门就满进来。超快的那个水是不是？哇，这个房间真的是淹水耶！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淹水，完蛋了！太夸张了，太多水。我们抬床的时间是刚。你看那个水流的速度，水流的速度太快了。已经是平了，你知道吗？啊，进来哟！现在我整个家的大门口前面都进水了。拖鞋都流进来了，你看啊，进很快，看嘛那个水，哇，走进家，然后我们的客厅也是很糟糕一下，就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子，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法救，所以就只能把那些家私搬出来，然后妈咪讲这个厨她不是她的宝贝。所以现在就正在水中。客厅目前的状况就是真的是能放上面就放上面所有的东西，然后现在水位还是一个脚还是很高一下。对，没有退，可是我听到外面好像没有降大雨哦，现在应该可能还在下毛毛雨，下了12个小时哦，比刚刚严重很多，因为刚刚只是到前面还没有进到来客厅，现在已经完全进来客厅，超夸张。然后那冰箱就拿那个砖块来顶着，因为那个比较矮，冰箱现在目前也是在正着
不会坏，但是只要是有事情了，要不然哇，一个水灾哦，浪费很多钱，真的坏很多东西。然后现在这积水其实是有一点点臭臭啦，因为自从厕所啊、外面啊、垃圾水啊，全部都已经冲过来了。那我现在也要去冲了，因为也太晚了。因为剩余的东西就要等明天水退了，然后我们才能再打扫，要不然现在我们讲打扫那个水还是积在那边。我希望我明天早上睡醒的时候不要看到那个水已经在我们的楼梯一般，那个就夸张了，我妈游泳出来了。OK 啦，好啦，所以我们看明天早上睡醒后是怎么样的情况，再陪大家看了。